小明家有一面墙要贴瓷砖，已知墙壁的长为210公分，高为195公分。在不切割瓷砖的情况下，下面哪些规格的瓷砖可以刚好贴满这面墙？可以的，在刮胡里打勾。好，譬如说，这里是8公分，我要贴瓷砖。好，这里是8公分，我贴瓷砖，我可以贴边长1公分，边长1公分。好，就是像边长，这个是正方形，所以这个叫做边长。边长1公分，1公分的，我是不是可以贴满8个，不用裁切？边长2公分的，我可以贴满4块，不用裁切。边长3公分的，好，贴到第3块，3、3、3、9，是不是超过8了？是不是要裁掉1公分才能贴上去？所以3不行，4贴2块，8公分的贴1块就满了。所以可以贴上去而且不切割的是1公分、2公分、4公分、8公分，这个就是8的因素。那我现在要贴满这面墙，这里是210，哎，长210，好，高195，然后这样贴满。好，那我们先来看这个规格，5一定可以，因为5210一定是5的倍数，它有5，它后面是0，所以它有因数5。195它的尾数是5，所以它也有因数5。好，我们来看3 210除以3可不可以整除？可以，3721 00等于70。195除以5，除以3，3618。好，15，35，15，也可以整除，所以3也可以。好，12等于3×4。好，我用3210去除以3了，剩下的70可不可以被4整除呢？可以的话，就是它的因数，12就是它的因数，所以我们来除看看。好，70除以4，41得4，30，好，不行，47，28嘛，会余2，不能整除，所以它12不是210的因数。那我们检查65看65可不可以除以4。好，65除以4。41的4，好，25。46 24也是不能整除。所以12也不是195的因数。所以这块瓷砖不能贴上去。那15呢，等于3×5。好，我210去除以3了。我看70可不可以再除以5。可以，因为尾数是0，所以210可以除以15，因为它可以被3除，接着又可以被5除。好，那195呢，也可以被3除，剩下的65尾数是5，也可以被5除。所以195被3除完之后可以再继续被5除，所以15也是195的因数。好，那我这边就打勾。好，看第4题。一叠纸，来，一叠纸有50几张，平分装成6包或9包，都刚好装完，没有剩下。这叠纸有几张？所以这一叠纸，它要是6的倍数，也要是9的倍数，所以我们就找6和9的公倍数，因为它要被它整除，50级也要被9整除，所以要找它们的公倍数。好，6的倍数有616、
六二十二，六三十八，六四二十四，六五三十，六六三十六，六七四十二，六八四十八，六九五十四。好，九的倍数呢？一九一九，九二十八，九三二十七，九四三十六，九五四十五，九六五十四，九七六十三。好，我们先看它五十几张嘛，哎，这里有五十四，这里也有五十四，所以是五十四张。好，看第二题，大熊有一张长五十四公分、宽九十公分的长方形B 报纸，现在他想把它裁成大小相同的正方形纸张，最少可以裁成几张呢？好，一边是五十四，一边是九十，他要把它裁成大小相同的正方形，譬如说这里是一公分，这里是一公分，那我这边可以裁九十张，我这边可以裁五十四个。好，然后呢，两公分的也可以，因为它可以除以二，它也可以除以二。好，三公分的也可以，可以整除它，又要整除它，所以就是要找它们的公因数。好。因为正方形嘛，正方形的话这边和这边要一样长，所以要公因数。那他又问说最少可以裁成几张，一张纸如果是一公分裁出来的所有纸张，或是两公分裁出来的所有纸张，两公分裁出来的张数应该会比一公分裁出来的还要少张。那它最少的话，那我们是不是要找最大公因数，正方形要最大张，最大张可以到什么呢？好，我们来找它们的公因数，就是最大张的长度。好，九十，我们先找五十四好了，五十四等于一乘以五十四等于二乘以五十四除以二。二二得四，二七十四，乘以二十七，五十四再去除以三，三一等于三，二十四，三八二十四，好，三乘以十八，再来四，不行。五也不行，尾数不是五或零。六，六，六九，六九，五十四。好，再来呢，七不行，八不行，九重复了，哎，所以它的因数是一、二、三、六、九、十八、二七、五十四。那九十公分的呢？一乘以九十，二乘以四十五，三乘以三十，四可不可以？我们来试看看，九十除以四，四二得八，不行。好，四二得八，余二。五，五可以，因为这个尾数是零。九十除以五，五一得五，四十，五八四十，五乘以十八，
九十除以六呢？我们除在这边，六一得六，三十，六五，三十，可以。六乘以十五，七不行，八不行，九可以，九乘以十等于九十。再来十乘以九，是不是重复了？所以它的因数它可以拆成每公分、每张边长一公分，或是两公分，三、五、六、九、十、十五、十八、三十、四十五、九十这些长度的正方形。那这边跟这边要一样长，所以我们要找同是它的因数，同时也要是它的因数，而且要最大。像这个一也可以啊，有没有？好，一是公因数，二也是，三也是，六也是，九也是，十八也是。哦，再来没有了，所以公因数最大的是十八，所以我们要裁切这个十八公分。这里十八可以裁切五份，这里十八可以裁切三份。好，所以最少可以裁切几张呢？好，这里十八，十八裁切五份嘛。一二三四五，这里一二三，那总共是几张呢？我们可以这样算，好，这里五，这里三，好，所以是五乘以三等于十五张，最多，最少可以裁十五张。